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你看他，他忘了说，我们这老王我们是三朝前国人，我们三朝前国人呢，江苏前几把的，江西把的，南京的罗子潘，那一把全部一把江的，一人平的他开的古装罗子潘的包的，这个是他领导的呢，罗子潘隐藏这个马上可以去的，罗子潘隐藏这个我说。파마리 南巴人民中的，这位没事干，东方大国国王的其他国家解压的，我是那个南门的出发点的，对，大瓦寨的那个大瓦子，你听见过来的？在上一段课程的段落，我们做的是发菩提心。刚刚提到了灌顶的根本是在内心当中获得自在自主，这样的自在自主就是掌握菩提心。菩提心是智求菩提的心智，菩提的一个层面就是清净。清净什么呢？清净我们的我执，爱我的执着，而圆满利他的心，利他的功德。刚刚在发愿菩提心的愿文当中有说到，我于六道诸有情心怀慈母护子想，这边指的是我们应当看待所有的六道有情众生，都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无量的众生都在无数的生生世世当中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这一点是务必要了知的。不管我们与谁相处乃至产生冲突矛盾的时候，都应该思维无论是谁在过去生当中都曾做过自己的父母，不管我们体认到这一层没有它的本质确实是如此的。所以当我们跟任何人交往，当我们跟任何人交谈，把握住这样子的心念，就叫做护持愿菩提心的见解。这个是我们在发愿菩提心的时候所需要了解的道理。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的翻译。Devi na jini ji mata paye dushi ji mabgar jartam mator rorusam ye kare rege na mabgar jartam de tam samche jino mati yudu senji tamje pingu tamje royu de jini ngani maana de jambo de dung singe takpa te jini ngu kaza te ke jini samno re tam mabgar jartam nishong tam nari senji tamje top shakara de身体长的话，你这个两腿这么不固有的，那个人儿，马着着的腿这么没跑的用的呀。你吃了穷啊，当爹爸没娃怎么吃不得的呢？这时候地上有些哦，他连用的哈瓜都吃用的，就马着着的。我马什么我弄去，那可是吃瓜穷啊，吃瓜穷的兄弟。让这个上老总也要结婚，这他结了。哦，这个我马上把我弄出来。哦，这人品的老爹他结个要哎，那这是没人没成的，肯定的。他对这这马哥这马哥说，你把这东西弄要哎，啊，你就把这个上年纪这个年纪这个拼个要的意思，哈哈过来也送，也没把上头成的也送。发愿菩提心文的后两句是：为得度者令解脱，为得安慰令涅槃。前面提到了这些我们以慈心跟悲心跟饶益心对待的对象，就像是慈母护育子女一般态度来安慰的看待的这些有情众生是无量无边的，其中有无量无边的众生，他们因有漏的善而在三善道人天当中
暂时的还 处在这个环境当中，有一些众生他们也没有获得解脱，他们因为三毒烦恼的支配，所以在三恶道当中流转，他们都是所谓的未得度者，我们应当令他们能够获得解脱。再来是未得安慰令涅槃，所以未得安慰的这个安慰的意思是还没有回是指回抱歉，是指回小向大，有些众生他们没有趋入大圣，还在声闻圣的教法当中没有发广大的利他心，我们接引他们为他们宣说利他饶益心的利益，让他们能够回小向大，这个是未得安慰令涅槃，让他们懂得慈心悲心对他的爱心的利益，让他们的心能够有所转变。以上说的就是在发菩提心愿菩提心当中所应该要了解的道理。在这边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的翻译。他就把三足成品就三足成品用得到了，他就不想把三足成品就给有了他的成品结果来说，高王那个圣不了王的灵国为了王大气的人那有了来。接下来是要发起行菩提心，就是有了愿菩提心之后，我们确实的要去落实饶益有情的行为，有这样的坚定意志，实际上它就是能够在灌顶当中令心得自在，令心得自主的最为根本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对了，这个若不上就不会切的，我们常见的从你家的上不意思说你要本就把上就不得身体把人的也记得记得。在念诵发菩提心发行菩提心文时，我们应该要思维，为了要令众生如此获得圆满的菩提之故，所以我应当随学过去诸佛如何累积福智二资粮的方式来趋入菩提心，以此发起菩提心，而跟着上师念诵发行菩提心文。我以及加尔瓦他们见呢，加瓦他们见呢，东巴拉呢，东巴拉呢，内巴达内巴达，德宗将出，德宗将出，马托巴尔，马托巴尔。拍清楚给拍清楚给狼有的狼有的罗伯三巴罗伯三巴南邦的南邦的玉伯三处玉伯将处圣洁中圣洁中。接下来请诸位跟我用中文念一遍，往昔一切圣者佛，如何持守诸律仪？今其乃至正菩提，我亦入于六度道，捐弃一切颠倒念，受持行菩提心，受持行菩提发心，受持行菩提发心。这个木板上就挂一点，就我在这里就开始就过来了，我第一切的这个第大的切的当然是乱一生活的懂吧，然后这里三小时的工作是三个地方的生意，所以你们的那个老板大外家没给这带来什么兄弟马上都帮助他们大大家，所以呢通过这个下界大外界逻辑中出了生意，他都把生意就把三小时的不行就工作了，因为这里提到都把生意没解决，你也别把开始他们把新人都有了，跟三天就有这么麻烦的不能去解释，然后不能去解释呢，哦，身体上就能够不能去把你身体上就能够不能上你的麻烦的，然后不能去解释，就把身体都能够落了，那么他
听不要嘞，对啥都听不用的，总把听不听总得。前面的发菩提心，行菩提心的要义在于护持入菩提行菩提心的律仪，也就是说，菩提心分为两个面向，一个是愿菩提心，心里面想着菩提心的价值、功德、利益，它是如此之好；行菩提心是进一步的思考，我该如何实践、如何行动才能够落实愿菩提心呢？为了要落实愿行两种菩提心，所以我将自己的身、口、意三门，就是身体、语言跟内心加以约束，持守戒律。可以的话，当然所持的戒律最好是一直到成佛为止，能够持守四众戒以及十不善业道等的这些避免十不善业道的这些十戒，乃至于其中的一条戒律也好，或者说你在这当中只能持守一天，那就持守一天；能够持守一个月就持守一个月；能够持守一年就持守一年，尽可能的护持律仪，就是真正的落实行菩提心。如果一个具足行菩提心态度的内心当中拥有慈悲心的人，他在从事任何的行为的做任何工作的时候，都可以契合六度波罗蜜多的。比方说一个母亲照顾孩子，他如果能够想到其他的众生也如同我的孩子，需要以慈爱加以关注的话，他所做的这些行为就是以慈悲心出发，成为能够饶益有情的行菩提心。这个阶段是不大的，东巴杨的不是我来的那一句都，他这个东巴是当哈的东巴的，你那他写个哈的东巴，过年忙活就要忙到的，哈的东巴是当时哈的东巴是。接下来有所谓的根本及支分的五部誓言，三昧五部律仪，这个指的是密宗的三昧耶誓言，在这当中。思维着要领守五部佛的誓言而跟着上师念诵。滚浊，滚浊，圣极，圣极，当财德，当财德，卷邦圆定，卷邦圆定，惹拉白，惹拉白，一个正处，一个正处，精进拉，精进拉。东胜罗伯，东胜罗伯，大瓦邦，大瓦邦，各胜达基，各胜达基，当赤德，当赤德，东巴桑特，东巴桑特，明美雅，明美雅，各当特勒，各当特勒，六俱定，六俱定，噶哲扎维，噶哲扎维。昂拉内，昂拉内，大公主圣，大公主圣，当赤德，当赤德，地明圣洁，地明圣洁，让人大，让人大，人民准备，人民准备，袈裟中，袈裟中，六十八百，六十八百，猪八戒。去八戒，夜郎遮雾，夜郎遮雾，当赤德，当赤德，赤白八叉，赤白八叉，遮玛萨，遮玛萨，戒酒郎吉，戒酒郎吉，去酒白，去酒白，去当郎居，去当郎居，遮巴塞，遮巴塞。人啊也呢，人啊也呢，当赤德，当赤处，当赤处，当赤处，多杰直布，多杰直布，恰恰当，恰恰当，三处身呢。